你看切刀就可以 A 出来这些，看到没？卡片 A 的切刀，立马切刀 A， 可以 A 出来，那吃下的。跟我缓缓给这个剑圣来一句 Jungle Gap， 直接破他的防，我干，直接破他的防。憋吧憋吧，妈无尽遥不可及，就是无尽要的，无尽真的很不平滑，知道吧？你的暴风大军有垃圾，这装备有垃圾，还没真不如圣母剑的。圣母剑的还给小兵野怪额外20点物理伤害，同样是1300，别人给15点攻击力，我觉得攻击力实力就是这个几点攻击力加成是真的没那么高，没那么高。那没事。打一下线，兄弟。像这种辅助就不是很需要人教，知道吧？虽然你看他段位可能不是很高，但是这有时候就是确实是比那些大师的一些辅助强，知道吧？这种辅助在玩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有些大师还不如一些那种比他段位低的。这把给你们是无尽留的，好吧？但那个卡莎怎么还是这么无尽带？他都不去研究一下新出装吧？怎么还是这么粗啊？看暴击能爆多少？太疯了，这很无奈，知道吧？你知道这无尽捏在手上很无奈呀。
老子花三千四买回来供跟个爹一样的供着他，感觉像是好无奈的装备。就感觉我还像一个婴儿一样的，知道吧，很需要保护。就像这一波主要是对面塔太那个，其实可以确实可以先拆塔，但我的想法是先他浪不下子，你可以像这样杀铂金一，但是你不能像这样杀所以说偏段位低一点的，其实偏段位低的一点的，我觉得黄蜂也更加好一点，知道吧？不进固然伤害肯定是高的，这是毋庸置疑。你甭管他强化被动有多垃圾，他这个基础属性真的是三千四能买到这个装备，就是 AD 的神话装备。真不好哎，大姐真的给蓝，我也缺啊，你少丢点大不就不缺了。
后面丢两个技能就没了。不敢出去放弃了。